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富贵团圆迎新春的牡丹。先把牡丹来画好，先蘸白粉，尖儿牡丹红，花瓣画法皴着形。画时花瓣把心包，逐步向外来扩展。外围花瓣多变化，参差不齐，层次明。浓墨画出枝和茎，叶为掌状三裂形，嫩叶要用绿色画。叶金胭脂来勾它，老叶要用中墨画，叶金浓墨勾上它。花心胭脂三绿画，蕊用白粉藤黄加，这样作品完成了。喜欢关注留言点赞，谢谢了。